做生意赚啊，啊，看做生意赚，撒母耳记，哎，撒根撒六，撒母耳记下，撒根撒六，二十一章，你看，今日我们讲安怎赢过危险的环境？大家讲危险的环境。但是你看，我要跟你讲一件事，其实咱基督徒受是受报，是不是新主的日子开始啊？被生命就何处的报会吃糖，听得到？但是真正这时阵啊，你危险的环境，不是主何路，不是魔鬼何路，这是家己找的啦。爸爸，你记不记得讲，会有家己找的啊？咱看到圣经查路，明白讲明的。三位之下，你哋将二鸟就一集讲，我就无集。Second Samuel chapter 22, verse 21 to 25. Okay. 圣经讲，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的手中的情义赏赐我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唔捌作恶离开我的心。伊将我的一切的命令上挂在我的头前，将伊一切的命令上摆在我的面头前。耶和华，我也无唔捌离开。我要坐在伊的面头前，做咩歹人？完全人，来保守我家己做呢？违背离开罪业，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，按着我坐在伊面头前的清气。要来孝顺我，像这块你看到，这段圣经在内面你看到啊，真正要谈到祝福离开一切的环境内面啊，是看你心啊，你心安怎去对待这危险环境？你要做好物件，那我伫做写一本册，写一条啊，这个记载的人内面就讲上个伊的决定，伊做一个祈祷，伊讲。也话求你按着我的公义来报答我，然后按着我手中的情义来报答我。我要遵行你话，我一世人无作恶离开你，然后我要遵行你的命令。搁有，我要做一个完全人，坐在你面头前，保守我家己清气。啊，姊妹，今日我甲你讲啥物件？你需要做啥物件？你该要离开，你为什么？大家讲离开罪。离开罪，你看，现在即款，大抵伊是结束十九节到十二节，迄边就讲到啥物啊？先第伊是结安怎讲？那是愈境界恶人，伊无离开罪，也无离开伊所做的恶行，伊在到死，到你罪，在讲死到你罪，死到你罪，愈却求家己脱离罪。各有，就是既然他们将声离开其犯罪，我们将那换下手放在面头前，一件就是。但是今晚看到意思在讲啥物件？但是好人去变歹，那我甲讲，准备将这把刀放在下下前位，予伊来拔刀。但是今晚，因为你无境界，伊就死在你罪中，伊一路来所行的不义，所行的义务不再提起了。我却被托伊啊，这个啊无命，就是讲替人的命的罪。那是咱境界之人，哦，伊无犯罪，伊就无犯罪。伊因着受境界，但就要挖你起来，你也要求伊脱离罪。那遐即款你看到哇，这边讲教的情形就是讲罪啊，甲你危险是有关系啊。罪甲你危险有关系，一个人的生命，那是讲。伊要过平安的生活，头前物件伊要离开做，你基本上做啊，拢会互你挂落去，就做来。所以啊，即话你要归为离开做，等你离开做了之后咧，对生命都有真正的平安。咱古早是落到你危险，落到你罪业，落到你这个罪就做内面，就是为了犯罪。咱生命有罪就做，咱就挂在罪就做内面。所以你若是平安来讲，你要归为离开做，等你心住了过后。但是这么这时阵啊，咱犯无犯罪啊，其实就是一线之差了，这无得赖啊！凡是那人，那是讲无小心来讲，但是这话，那人就会跌落去。啊，我有啥物件？这时阵，那人无小心，那人的行为，那人会做嘛？那时候，哎呀，这东西罪来啊！我甲讲，
有的东西不是多的嘛，但是有的东西你是何路有刮到的机会，大家刮到的机会，刮到的机会。OK， 咱讲一个比如，讲一个比如啊，讲一个比如。那比如讲，咱刚刚到讲细细片话 ，OK， 细细片话。这细细片话意思是讲啊，比如讲路滑下，然后你撞了，你是在就讲 on the way， on the way， 要搞啦，要搞啦，要搞啦，这细细片话啦。即唔係人嘅嘛，即係唔可以擔心嘛，我唔可以佢亂，唔可以亂攞，是唔是？唔可以咁講，我知道，我見人即話，你死死咩話？即係咩話罪喎？我唔講未使講要罪啦，老實講，其實我講是罪都唔係到人嘛，是唔是？但是即係死死咩話？自己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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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時啊，啲軍事變咗輸格講咩話？發刀會變咗大罪，是唔是？嗱，你都輸格講係雜喎，罪，罪。即係講你看查某想喺度罪，無想無罪 ，OK？ 我想咧，我都罪啊！想是想查某，想做啦，啥物事啊？有啲人是無控制你先，啊！你看咧，就想你想都無控制你，你無控制你咪想，你無轉掉咪想，你哋看啲親戚咪點想，你心人哋嘅，啲嘅咧，可能開始看，唔等你看查某嚟簡單，你看啦啥物事？看啦啥物事有無罪喎？你把手拿上了吗？你水都洗嘴了，对不对？对不？但是问题你洗嘴，慢慢滴洗滴洗，变大嘴哦。你是滴看，然后你心内滴干滴干滴干，你知不知啊？哇！你会做出国家拿上的物件，是不是？对了，你看了你戏的，了不了戏所做的物件，伊影响我啊，影响我啊，变做你自家看咧戏内面的查某坐去看佮你家己的某。所以一切投资的物件，拢总从这边开始的吗？但聖經裡面講，所有外口的罪是從裡面生出來，裡面有裡面的罪，那間有出外口的罪。所以耶穌就講一句話：，你受累的主席看到查某，你想都犯罪了，你想都無錯，你已經犯罪，因為所有外口的大罪是從啲裡面裡生出來嘛。阿門。你唔知有罪，有罪是無罪，會諗下講，即係耶穌將罪變酒，對唔對？其實飲酒唔應是無罪。猶太人是飲酒的族，的民族咧，不知道，因為用冷的所以先需要酒。外國人是飲酒的民族咧，用冷點解需要飲 whisky 可以成固温暖，這不是罪咧。但是長久飲酒的點先啊，伊變咗一個鹽，變咗一個空白，變咗一個生命。這生命就是追求的生命。你追求的生命，常常飲酒，飲酒，一支都飲一個大酒醉點先啊，如。做了啥物件？这个叫做酒后乱性，酒后做出罪的物件。啊，这免罪，等你做出罪的物件，那你自然受到罪的咒诅。看到无？那即话，唔是迄个到底迄项物件有罪无罪？你要想啥物件？迄个物件到底会何如犯罪机会哦？那等你物件出了犯，何如犯罪机会？你要小心，你要 control， 你就要健忘的。将你当你离开，阿咪，你讲你接触查某，接触查某，接触查某，单独出去，单独出去，单独出去，单独不追哦，朋友啦嘛，做 sales 嘛，是不是？哟，然后个查某白白，啊，即是只平常男女关系啊 ，Facebook 啲啊，啲其他嘅方面，你讲个查某讲话咁样，不追，无错嘢，朋友入住嘅，入有一个啊，入有一个啊，一个阿咪啊，入有一个啊，猪油。去交查某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，你看，本来是无控制伊，对不对？愈讲就愈爱，愈讲就愈亲，愈讲就愈冷，愈讲就愈拉伤，愈讲就愈乜嘢？心里面开始强调的查某，查某开始强调，哦，这个查某来缺辅导，你改嘢。摸開淡樹，按我提示，就是白白尋摸尋伊一隻嘢，伊是單身，按而佢音，變咗來按個摸音來查我好嘅，好好嘅自己接尋尋尋尋尋，尋得些金正，尋得單都出奇，本來是 S M 嘅好關心，做關心做錢，結果攞嚟套錢，伊頭我猜唔掉，查我唔猜唔掉，但是伊嘅情感。
未 control 啊，未 control 千年嘅，哎，牧师话我真唔掉，但系只不过心里面，我系心里面未好食，未好食，勤苦就唔甘咧，我真唔掉唔甘啊！讲人即系罪业空白埋，罪业千年已经过嚟啦。所以你知我系股票赚到平安，就做一个亏损。嗱，越尽量避开罪犯罪机会，阿未犯罪人啦，阿未犯罪啊，是犯罪机会啊，可卡平安。咪当你咪我明就罪啊，咪我可卡平安。啱说我禁止就未听，我冇苦斗姐妹，我冇夹病病姐妹病出去，我冇债姐妹，然后我夹姐妹噶咯。真 sorry， 我電單位只能派喂，查某嘅學書咁樣病名，查某嘅鄧根咁樣病名，係過啦。我啲弟子，我譬如講病名，我就係污人喎。喂，污人犯法嘅成分，喂，我哋咩咧？我唔係好我特別顧嗰啲犯罪嘅機會，而我是人，前一借錢揾嘅學書，行善日二數嘅學書，本多過啲查某嘅機會，多過啲魔鬼陷阱裏面，我看啦，我見啊。我知影，喂，暑假真重要，上帝应有真重要，喂，家庭真重要，我未收望啲留地喎，所以我尽量离开，尽量离开这个机会，犯罪机会，人之话你咪就平安啦，离开罪，系咪？肯话，人之话第二，如果是咪就平安，离开唯一环境需要，何处来下面？大家何处来下面？那格罗西书头条第13-14 Colossians chapter 1:13-14 Colossians chapter 1:13-14 咩讲？伊叫咱出嚟学校嘅办事，将咱刷到咱嘅天啊，爱天嘅国家嚟。咱在你主耶稣上帝爱天里面，叫得救罪行到下面。你即系出话里面都看到前面嘅，耶稣已经叫咗人。第八个将咱在罪的捆绑、罪的捆绑，刷到耶稣的国内面，已经救咱啦。那这个怎样发生呢？就是伊赦免咱的罪。那今晚我来讲一样物件，咱的罪的捆绑、罪的这个，安那出自心化罪，上帝心化罪，唔是人，无一个人会做心化的罪，只有上帝。法官心化罪，对不对？定有罪无罪？上帝只有对公义的上帝，才会定有罪无罪。所以因為上帝知影，你無在了苦，你家己行佢哋罪；你無在了苦，有人嚟寫咧你罪。你需要唔是用你力，用你肝，用你行為嚟吞到得救。所以主要所做咧就面嘅就是，意思就自己的，你攞你部位嚟行啲罪者，然後用你部位寫咧你罪。上帝接到嘢件，就是嘢件挑衅者咯，一万股。等这个运用到你生命发生的当下，就是话愈多离开死亡，一个死刑的人，伊需要的啥物？伊需要是做了对伊家一个好的工，还是伊需要皇帝下面？这死刑啊，是需要皇帝下面嘛？对不？皇帝下面得救啦。就算伊把头巾啊做好啦，大露底啦，可能只下间洗衫裤做咯，会救用。所以你需要耶稣的赦免啦。咱这个日常的生活，咱需要耶稣的赦免咯。需要。你要听到别人对你特别在乎家己的罪，你常常要在乎家己是罪人，唔贪多好处。等你犯强罪，你肯定求出来赦免。等你无做你欺哄啦，得罪人啦，你求出来赦免。你讲句骗话无条件出来，你肯定求出来赦免。你若烧的垃圾物件犯了罪，你肯定求出来赦免。因为你每次到主下面去做，就使你做就做了坏人。每次到坏人，你就免去受着咧罪业、罪业的咒诅的捆绑。喺罪业的咒诅，未就影响你家庭生命，所以你需要耶稣会无停无停的下面。你肯定在你做，然后你要求主来下面，等你求主来下面，你等等到你生命改变。过长面嘅，你知影嘅罪，救主嚟赦免你嘅，得唔得？真正这时阵，你就做啲改变中间，做啲改变。你话一个人无感觉，家己有罪，无感觉是罪，无爱想，等你出头前来审查你罪，来去消灭你罪，
来去来查那个爹罪，那你这么那些人的生命没改变呢？你去找你问题同感，你甚至无尴尬的事情。最后我先话，我追求咩嘢？你个睇到平安，第一追求义嘅例子，追求义。嗱，我先话华生嘅人，时间就我将而家我就点样去谈嘅华生现在，即便大啲大啲昂嘅声人吹着住，是刻骨铭心吹住，安讲。大啲昂嘅诗嘅诗啊，圣经讲 Psalm chapter 15 verse 1 to 5， 15 verse 1 to 5。正如亚华就注意一只条加大大滴滴吊棚，就注意一只条大滴滴圣山顶，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内讲诚实的话，老实话的人，伊无用舌头去干人，去害人，无恶待朋友，也无参了帮派去毁坏。伊个就是身边隔壁厝边个人，伊个眼中看无好个人，看轻无好个人，肥类做贼人啊，却尊重敬畏耶和华。伊起手抓家己，虽然家己吃亏也无变。啊，伊虽然伊讲个话，伊虽然讲个话，伊无改变，伊无放借提利息 ，OK？ 伊无可能吃亏来害迄个啊。啊，即个无辜的人，就是讲，即个无做错的人，行即个大事的人，也着永远无有人。你看，代表是三对球的是啥物？三个物件，行为正直，代表行为正直，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做事公义，心内讲诚实的话，心内讲诚实，安尼块人永远无有人，安尼哦。安尼快人平安喎，所以你先話你要平安離開你危險環境，都會揾你追求公義嘅事。啊，係先話，啱先先諗咩嘢啊？唔對就唔對，唔對就唔對，唔對，咱做錯，咱講，咱道歉，咱認錯，對嘅，咱去行。但係先話，是對嘅嚟講，咱要徛起站，免驚人看，免驚人講，唔對嘅，咱去幫助。一世人对甲唔对，对母才重要。对人对人的看法 OK， 那是接受。对家己的要求，实事求是。对家己的要求是好一档代志嘞。那是讲按照真理的对的，咱咪照行。就算是吃亏，咱咪照行。但是话，你一世人追求，你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你心内面讲出诚实话。这种的人永远无用，只会无心。所以今晚你会记三件，你会安怎离开危险的环境？头三件，大家讲离开罪身。我主来同你写的人，追求公义的例子。阿那个人就做主来，也叫平安离开日子。阿咩咯？刚才主，刚才主，咱背起来。